主料，煎焦7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油盐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煎焦柿子切成细圈，鸡蛋打散成蛋液，锅中放少许油，倒入蛋液，推蛋炒匀熟后盛出备用，锅中再放少量油煎焦炒，待煎焦变软时倒入鸡蛋，倒入盐，少许水略足一下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加入少许水可使鸡蛋与煎焦的味道能够更好的相互融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